现在早上7点，要给老大准备早饭。怕冷的人，首先空调要打开，地暖也要打开。早上吃这个可以吗？可以、哦。手抓饼。这个是在超市买的冷冻的。大家好。我看到了。是吧？给他弄了，倒了一杯牛奶，还煮了一个蛋。他吃蛋一定要蘸那个胡椒盐，好吃吗？吃完了刷牙洗脸啊。这是老二今天的两顿饭，一顿是水蒸蛋里面放了小银鱼补钙的，然后呢还有一份蒸南瓜。他太挑食了，吃的东西很少。这个在里面转个4分钟。妈妈，我手机忘记了。好的，谢谢。妈妈现在帮你准备便当啊。对呀。今天估计不会下雨，有点冷啊，今天。现在给我家老大做两个饭团，撒上一点盐。担心两个饭团它不够吃，捏了3个，现在裹上海苔，好看吗？吃不完的话拿回来，你给你放2个大的吧，这个小的不要了。你放2个大的。这个是昨天晚上奶奶给他准备的，放的是那个饺子煎饺跟那个鸡胸肉。你的便当给你弄好了。谢谢妈妈做便当。不客气，你把它放进去吧。你的水什么东西都弄好了。你穿汤泡不冷吗？还有多，还有这个 T 恤、有 鼻 mask、口罩，还有这个袋子。你要是有垃圾的话，放进袋子里面带回来啊。好的。路上注意安全啊。拜拜。今天他们不是到学校去，是3年级、4年级，全部是在外面，在外面活动。参观公园是吧？我听了，拜拜。拜拜。第二下，给我自己的。到了给妈妈打电话啊。快的。到了大船给妈妈打电话啊。拜拜。现在早上8点，老二在睡觉，我也上去补个回笼觉去。老二呀，被子全部被踢掉了。早上好。早上好。你起来了。肚肚饿了吗？嗯。饿了。那妈子欧姆斯努哥来学校里的那个自己脱啊欧姆斯斯带带呢做斯带了吧学呢 OK 去把裤子穿起来真棒，裤裤也穿起来。啊，对了哟。那我们吃饭吧，吃蛋蛋喽。喂，老二吃完了，自己也来一顿。这个是我自己放的裙带菜，还有这个鳕鱼肠，然后锅巴。然后下面是那个粉丝吧，在下面。这个就是我今天的中午饭。哇，你今天做的便当很好吃，谢谢。不客气。你全部吃完了吗？全部吃完了。你觉得妈妈做的便当怎么样？很好看。很好看。那等会儿你先刷牙，刷牙妈妈把衣服叠一下，然后带你跟弟弟去看牙齿。好的。你的喉咙现在很疼吗？嗯。
有一点。有一点，妈妈给你吃一点那个龙角散吧。好的。嗯，谢谢。休息一会儿啊。好的。现在带他来看儿科。这两天身体不舒服，刚刚才从牙科过来，老大还在那边看牙科。等他儿科看完，刚好跟老大的时间差不多，可以一起带他们回去。嗯，我服过这样子几种的。走来。バイバイ。ありがとうわ。今度来るね。今度来るね。ありがとうわ。ありがとう。うん、じゃあまた、すみません。行こう。走、你进去。妈妈去帮你拿药、你在这边等哥哥。给了、快去。看一下、行って。现在过来抓药。让老大把他的房间收拾一下。他的房间啊，真的太脏了。我现在把楼下收拾一下，加油啊，干嘛的？现在把家里收拾一下。老二这两天坐餐椅这边吃饭啊，吃到一半都有吐，然后家下面都有点异味，等会儿吸完地还要用拖把拖一下。今天篮球队来的清一色的都是爸爸们，这边过去有几个爸爸在工作。妈妈的一天结束了，现在开始去睡觉。